觉得它拉线的那个线条哦，然后又稍微变窄一点点的那个感觉，有一点点 focus 的感觉。唯一一个就不同意的就是说 Ioniq 5N 的那个模拟声浪哦，它没有跟着随之起舞，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。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